欢迎又回到我的冲浪日记。现在基本上都是每周都去的，就是还也多几个朋友嘛，大家劲头也挺足的。就是有时候去的晚的话，那个浪没有那么好，但是现在的话，水平我觉得已经感受到了，就是还是通过练了这么多，还是有一些感觉。抓浪的话还是比较可以抓得住，就是不像之前那么着急，一看到浪来了就使劲的拍 paddle，然后就浪其实还没有被把你给推起来，你就打算起来，这样子其实是太过着急了。那现在哈，基本上能够感受一下，哎，那个浪在推动，然后身子挺起来，然后这个时候，往前倾，胸抬起来，然后这个时候停止 paddle，让这个浪推着你走动一下，这样的话你就很轻松能起来。就很小，我想让他们推一下我再上来，因为以前经常是太快了，对，但是有点太小，对。另外，现在就是从这个沙滩往外 paddle 出去，因为要出到外面的话，你才能等到那种就是绿色的浪慢慢把你推过来。如果你还是在白浪这个范围的话，你就很容易就是出不去，然后就是你也很难起来。你能够被板能推动起来，能站起来，可以练习在初学的时候练习站起来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在慢慢要希望能够抓住好的浪，这样一路冲过来的话，你还是得出去。所以这个 paddle 非常重要。paddle 好的话，你的姿势正确，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的话，你会没有那么辛苦。那一开始特别特别辛苦，我累得不行，脖子也疼。那现在是那个姿势对了。值得一说的是，我们这位新伙伴那个 Eric 还有那个 Mark 他们都很棒啊，这都是头一两回，他们都还冲得还不错，还能站起来，比我们厉害多了啊！我们一起加油吧！